好事情，是吧？好交流，哪能哪能叫我不是名字啊？我顶光哎！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？刚才你干嘛？是这个。爷爷，这玉米有什么好吃的了？阿玛带你去吃好吃的，走。哎呀，干嘛呀？火急火燎的。玉米今年长得好，我给你带点过去。我走了，快点，玉米不要了。哇，这人真，这人真是的。阿别嘞，走得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哎，姐，这么远的，老妈跟那个孟海去那个看牙齿去了，他们要去不啦？那，哎，干您他等了又忙，我等两天去以后了。那我呢？你少了谁都不能少了你。我们可不是去不太好吧？你够不够？头都摆一过东西。哇，爷爷，哎，今天阿妈妈要带你实现文带自由。好，哎。这文带挺贵的，你确定能随便摘吗？唔高唔高，搿地方是阿拉朋友哦。前上两年阿拉自家摁我荔枝荔枝，我没来过得嘞。啊妈妈，我想喝这个蜂蜜柚子茶。这不是柚子，这是文旦。你用文旦做柚子茶，那也太奢侈了吧？没事，走，随便摘，随便摘。这没事了，这。两边有树，不高也。好嘞。哇。好大啊！圆圆，哎，这个很重，拿着。给谁啊？啊，给外婆，这个、给奶奶，给外公。再来一个，大一点的。给孟海哥哥。妈妈，我冷不冷？你不是要吃柚子茶吗？过来拿走。怎么冷？我手酸死了。自己朋友跟笑脸打脸，吃妈种文旦发容易，今年吃文旦那个果味已经比人家高。我晓得像今年产量低嘛。新打理给给我的朋友留大概自己本地也怪不住。哇，这个好大。哎，冬姐，哎，今年文旦很好吃的哦，到时候你们多带点回去。少带一点，就两三个就够。你们过来这么大老远的，要能多带点回去，没事的，可以放到过年都可以，不影响。我们看长得特别好看。哇，喝的蜂蜜柚子茶，钱给小英算一下。不用，这么大老远过来还是花钱。哇，是那么多，那一定的。没事的，我们都十几年的朋友了，收钱反而要生疏了。好，那行吧，对，那也不客气了。过来了，带去就行了。好。哎，钱付好了没有啊？哎呀，这点事情我还搞不定啊，放在桶里了，走吧。